好，我是十二号。今仔日我要念的题目是：我上爱食的果子。我上爱食的果子，我爱食的水果有真多，有红果、西瓜、葡萄、山野、芭乐、香蕉。但是袂讲到我上爱食的水果就是香蕉。香蕉先生伊身躯顶穿着黄色的外衣。伊的外表生作亲像顶霜月的月娘，伊的颜色分成两种，一种是黄色，一种是青色。香蕉的生日是秋天，伊坐伫啊树仔顶，农夫先生通常一直咧是伊是青色的时阵就采收落来，所以伫咧菜市仔也是水果摊超市看到的香蕉会有青色。过来食伊，慢慢变成黄色。啥物时阵会当食伊？等到伊的外皮慢慢变成黄色的时阵，就会当食。通常有一个黑斑点的时阵是上甜的时阵，但我不会感觉伊有黑斑点，因为我感觉看起来垃圾垃圾，感觉起来无好食，看起来无够新鲜。但我妈妈讲，有一个黑斑点的时阵是上甜的时阵。为什么我爱食香蕉？因为香蕉佮营养，伫个种水果的当中，伊是唯一毋免少皮毋免切，轻轻松松就会用破开外皮食的水果，毋免亲像其他水果佮爱用着刀仔切、刀仔少皮，非常的麻烦。但香蕉它是非常容易食的，而且伊有真侪保健功效，食香蕉的好处真侪。香蕉佫加囡仔，注意身体关健康，也是健身运动的新补品。香蕉会当帮助消化道健康，便秘、泻饭能相宜。我妈妈听我讲，澳洲人因为食香蕉会当解除不足，所以称呼伊为快乐的果子。香蕉佫叫最甜的水果，完全是因为是靠妈咪辅助食了香蕉，提高智慧，所以我一食香蕉就真满足、真欢喜。我妈妈非常爱运动，伊每一届运动之前拢会食一支香蕉。伊讲，食香蕉会当保持运动时速第二的流，也不会食到伤饱，会当靠运动搁较有心跳。有一次食到一半的时阵，我发现香蕉的果肉顶面会有黑色点，就好奇的问妈妈，为什么顶面会有黑色点？妈妈回答，伊是香蕉的籽。我忽然感觉农夫先生真正足厉害的，会当好真脆亮的籽，种出搁香搁甜的香蕉。所以我上爱食的水果就是香蕉。各位评判老师介意食啥物水果嘞？假使你嘛甲我同款。咱会当做阵来食好食的香蕉，感谢大家。